Canon MP500 換密盒示範，這個是 PTI 5和 CLI 8的。現在用過永久芯片，試一試永久芯片的 reset 方法。要打開這裡顯示了黃色，已經打了交叉。那我們吞個密盒出來，等下它吞了出來先。出嚟睇，嗱，褪咗出嚟，呢個閃燈，閃緊燈，拎出嚟，跟住而家拎咗出嚟啦，跟住插翻落去，咁啊完成啦，咁啊變咗 reset 咗噶啦，咁啊閂翻佢睇下。燈已經熄了，咁啊等佢温咗一陣先，而家可直情可以編添，已經應該變咗全滿嘅啦，可以望一望，只要望一望啲墨水量。看看墨水量，現在看看墨水量，這個黃色已經全滿了，再看一次，這裡黃色全滿了，很簡單，而已，而且個永久晶片。